大家好，我是东宝。今天我们来这个老乡家那个地里面西瓜地啊，挖点洋球啊，洋球野百合啊，带丈母娘一起啊，他们比较喜欢吃这个啊。我们现在就出发啊，就是这个时候太阳有点大，晒得有点扎皮，嘿，晒哦，妈，晒好，然后，没翻回去，这先是啊，要我摘过去，嗯，就这根，这根应该下面比较大，这个西瓜都结那么大了，那个更加大，有挖的吗？这会吃啊，可以吃啊，可以吃。但是我们吃的少。这边都挖了两样。下边细细的都，我就估计在这如花。前面现在大不大啊？大就有一层，不大就不如花。上半年没干。那个大的那土都挖土机挖的，大就没办法挖烂了。那就不知道大不大。应该大。应该出来了，就出来了。那么快啊！天嘞，好深哟！你多大？也可以，也可以，有拳头大。天好深哟！咋的？好深！大不大？好大。看看啊。哎呀，嘿，这个小地方的，这个小地方蹦的，嗯、啊哎，下面还生了一个人儿。他蹦那地方，前天没好挖些。嗯，哈哈哈。看，挖你看这个大不大？大、啊，这个就挖的，嗯，这个就一个就有一串，有一碗了，一小碗了这个。嗯、我就知道这个大，所以我说我就要搞这个的。等一下，那个我，嗯、啊，我挖这个。好了，行，我先这个先挖一下，这个干了啊，这个估计没深吗？这个我们刚的挖的要深，我们刚的，我今天都刚的要挖好深。手上还在打果吗？嗯，它出来了。你看，也行嘛。也可以吧。也行。看看啊，还有这么大个的，比我们上次挖了大多了。现在熟透了嘛，这种今天下熟嘛。挖这个。嗯。等一下，不要血糖好。嗯，不会血糖好了。就是不会血糖。嗯，咱们俩第一次挖这个。你这个也大。妈妈，你挖，等一下挖的去上。嗯，慢慢挖没事。嗯，这个头还好挖的。但是东宝那次挖那个葱，把挖断了，哈哈哈哈哈，都挖破了半边。看一下。我没看到还。到了，应该。差不多。要挖，要挖，再挖一点，还要挖一点点，稍微刨就行了，这个。应该到了。嗯。咦，哎，扯烂了，好，没事的，啊，这个有这么大，可以，可以，没了，这个有这么大，没有了，你这三个都有产的，但是这个如何啊？有七八两，这一个，这个很重的这个东西啊，这个一拆开啊，有一碗啊，这个是很紧实，现在，再找点去吧，看看有不有啊？好啊，我们到这个地方挖了三个，就是那个老太给我们留着的，那三个，我们还去下面再找找，这儿我找了一圈没有，这有西瓜没？哪儿有个大西瓜了？哪儿有个西瓜看不来？我们看个西瓜，看熟了没啊？把偷走了。砰砰砰砰响了就熟了。对了，光棍熟还没熟，跟一起过了几天真的。嗯，这个好像是沙漠西瓜啊，所以它长得大。但现在是最后一波了，也比较小了。找了半天啊，又到这个地里面，发现三株，那不太大，都晒干了，太阳太大了。嗯，像这种比较陡的地方啊，那个水分都没有，晒干了。哎，今年洋河那百合也不如去年，去年就这么大浪了啊，去年这个位置挖的时候这么大，一个估计有一斤多。待会儿看看那个有多大啊，估计也有这么大啊，反正再挖几个，你以为它能吃几餐了？扎实啊。哎，这儿就有一株啊！哎呀，是的嘛，啊，已经干了啊，已经晒干了啊。就是，哎，就是正常来说，这个季节还不曾干啊，都是太干旱了。看这种地方，全是石头里面，它存不住水分的。可以，嗯，干死了的。嗯，太干了。就是挨脑壳里头，这种石头里面，它有的是大了。咋的？阿罗说到哪里了？挖完了。会员。啊，慢。哦，也会。会员。嗯。
还行啊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有个二三两，那个没法比啊。那这个还牛逼，它一层都够了。怎么打杆啊？好大洞。这丈母娘看到了，我没看到。不是，先开工，我看你是用力的。我这是妈看到了，你们我没看到，怎么打的？啊，那这个大啊。这个好挖点。这个好挖点，长那个树根下面的。这是那爽。那咱出这么松松的竹筏，哎呦，打一个，又倒坑儿，笑笑笑笑，他怎么，怎么笑？那还是倒倒。不笑啊，不笑，还行吧，还行还行。哎呀，他这是没装下去。嗯，都猜到了，它长了表面的啊，要长下去挺就大了。这个长得比较陡，去年的这个位置挖了个很大的，那个估计有七八两，出来了啊。这个位置不好挖，太陡。怎么样？哦，没了没了，马上。哎呀，还可以哦，妈。那里啊啊。这个还可以啊。嗯。看一下。哎呀，搞这么多了，看一下。没有了吗？没拉着，没拉着。哎，有一两斤了，你不要看这个，这个很重称的。现在我们就回去啊，在路边看啊，路边有就挖，没有就也差不多了啊。怎么样，说话？还可以，你可以吃几餐。你在这看有一个这么大，我说那个大吧，就那个西瓜地里面，我说那个我一看就看上它那个。今年这么干旱，还有大的？哎、啊，看我这好大。看本儿。看我这羊就好大。哎呀！哇！走路方便。这个路方便。找个女朋友，你下去吃去。有几个乖的点点，凑几个小的都凑凑上去。哎，路方便。路方。咱两个抱脸蛋的，你看了。好乖哦，这个。很漂亮吧？嗯。但是还是没有去年我们挖的那个最大的。待会儿马上就炒那几个小的大的牛肉拿下去啊。可以。我待会儿还要去挖藕去，今天带点藕下去给你。好，告野番。这野番有点燥啊。嗯。我们起中饭早点告野番。嗯。这个今天挖的洋酒、野百合，还有藕。都是新鲜菜啊，这边挖的比上边挖的大多了。对呀、啊，杨局。上边挖的前边上五月走几号的，我都不挖了。哦，那是五月走的几号？哈哈哈哈哈！我才路走几号我挖的。这个哦，好嫩。嗯，这怎么挖的好？没见过泥巴。没有，它的藕好吃。没有。嗯，没有那好吃。咦，反正把我累巴适了。哥，今天错讲了多少呀？好，今天啊，再搞到好吃的菜啊，鱼屎，鱼内脏，这个里面那个肠子都已经理过了，现在我们直接炸，炸焦起来，炸一下。我们炸，一直炸焦。我也素炒吧。嗯。哎，那个羊球，这我也能吃。嗯。这个好嫩。嗯。刚长出来就被我搞了，你好细呢，好细，我家有好多泥巴，细不透。这是野百合的根茎，给搞点肉末一起炒，入法。盐、辣椒、大蒜籽子，还有香胡椒，加配了，再一炒。香远点。为什么叫鱼屎？不叫鱼内脏？有鱼屎，我们更厉害嘛！一旦这个，一旦炒这个了啊，说明今天稻花鱼就结束了啊！就要准备搞自己的什么酸鱼了，那就结束了。表面。只有搞酸鱼和干鱼的时候，才能搞一场鱼屎啊，才够吃。非常，谢谢啊。这看起来如何啊？好香！那必须香啊！是不是油有点多啊？没有，待会儿鱼一削，你看啊，特别漂亮。它现在是，这是油。嗯。新炒哪个菜？不要炒生蚝嘛。嗯。盐。羊球，
闷。妹子，瑞妹，你会找地方啊，这里阴凉。好大一块乌云，但就是不下雨。啊，有点喝。想远点，炒的比较清淡，因为我只能吃清淡的。五花肉炒藕片。热不？2块。都出油了，我看你。2块。嗯，好香啊。脱离太阳，换个位置，这要热死人。啊，都是2块。嗯，里面去。够死啊！这鱼咋就你要捡的呢？那个，加盐的。加盐，加盐，我就要加汗的，要不是加盐。是鱼，那鱼是好钱。这鱼是你的，快进来，快进来，快进来。这个鱼丝应该很多人不理解的一道美食。这太香了，太香了。这个鱼丝黑黢黢的，就是兰州吧？就要炒成这个样子，再炒。那啥？哎，就是按照牛的口味炒的，放牛的米炒菜，放我们羊角。嗯，我们是不是羊花？那羊角。这羊角好吃，这羊吃吧，绵绵的，你吃，你吃，这个好吃啊，嗯，应该好吃，加嘛，加一头嘛，你吃了，这咋好吃呢？我这个羊加什么加海盐？你还，你还好吃，老老的，来，哎呀，别吃了，别别别，不要，你吃了你也行，放这来，我给你翻，还有嘛，哈哈哈哈，我们娘更加疯了。我还是不喜欢吃鱼，不是不喜欢，是太清淡了。我本来就是重口味。那平时啥子就是放点盐熬一下，再炸一下。我又加盐，我又重新加点辣椒了，又放五香是吧？炸一下再蒸，他就喜欢吃。贪吃了。够远见，你辛苦吃了啊，辛苦吃了。我够了。这鱼实在是热的还好吃些，太凉了。嗯。喂，妈，吃你们。你吃吧。喝水，一直喝水。喝过头了。奶奶。你看豆豆了。豆豆。豆豆早上来咱不敢吃的。这怎么了？是这个，加鱼吃。你们慢慢切。鱼是这边煮着的。哎，今天煮着不是羊角吗？鱼是这边煮着的，鱼是好吃。我感觉羊角好吃些。你吃鱼是吗？你看着吗？好吃，好，我们这个下锅了啊。嗯。好，我们这个视频到这里啊，拜拜。